好吧，我再讲一遍。横向呢是时间轴，纵轴是死亡率，并发症发生率的曲线。你看，曲线是直线上升的。我们看24小时到48小时这个区域，它的死亡率是24小时之内手术的1.5倍，并发症就是3到4倍。 老师，快快快快！出什么事了？柳林签字了，同意给孩子手术了。准备手术。哎，陆大夫，哎，你可以摸摸他。 我们都教过多了，他还那么小，不怕了。怕什么？别怕，你是他妈妈。等手术之后就可以喂奶了。 再精心照顾一段时间，这个孩子就能。总之，等手术以后，我会和产科大夫们把照顾他的细节都告诉你。